真的很谢谢你这么帮我，靠我一个人根本做不了这么多事。抗议能做什么？只会激怒学校，牵扯那些无辜的人。校规要记过，我也没办法，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，但这个决定需要你的帮忙。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责怪我？城东创校以来，就没有学生为了自己权益抗议过。如果因为这样就退缩的话，就枉费我们生在一个这么自由的年代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本周五晚上10点，我的自由年代。